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大家阿弥陀佛啊！我们看课本126页。好，他这里讲到啊，举这个阿遮罗菩萨啊，他发力就不动。那我们说过啊，他可能是指阿处佛啊，那但是阿处佛是在广目佛啊，那常所佛比较少见到啊，也没有相关的资料。好。那下面举个例子啊，那首楞严经如首楞严三昧中四种菩萨四种受记，那首楞严三昧，这个首楞严三昧经是初期大圣也算是比较有名的一部经典。那因为法灭尽经里面有提到，如果佛法要灭，会从首楞严三昧跟波州三昧开始先灭。啊，那渐渐啊，那佛法这样灭，然后导致后面的人误会啊，那么就以为是啊《大佛顶首楞严经》的那个《首楞严经》，那这两本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初期大圣的《首楞严三昧经》，那么阿难跟摩登伽尼因缘的那个《大佛顶首楞严经》，有楞严咒的那个《楞严经》。那个叫做楞严经啊，那这一部首楞严三昧经也叫楞严经啊，但是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大佛顶首楞严经那个是后期的啊，后期大圣才有的，在法灭尽经的那个时代基本上也还没有出现啊，所以法灭尽经讲的是这一本首楞严三昧经。好，那这一本经也常被引用。那他说有四种菩萨四种受记，第一个没有发心，但是还没发心，但是已经受记。那么才发心，是发心就啊，才发心啊，那么就受记啊，就初发心了啊，就受记。那么有余前受记，他人尽知，己身不知啊，就在这个菩萨面前啊，跟他受记。但是其他的人都知道这个菩萨得受记，但是他自己不知道。那么有余前受记，就在他面前受记，那么自己跟别人都知道已经得受记啊。那这个是四种受记啊。那这个是首楞严三昧经的。好，那他举这个首楞严三昧经说啊，有这四种菩萨四种受记，如云何言？你为什么说啊？那么于恶阿僧祇劫知受记而不自称说啊，就是举出啊，那当然这里龙树菩萨都是举出大圣经典来反驳他。不过如果要照啊，他就是说你这些经典都不是我们认同的啊，那当然也不会啊。那么有些，但是如果从道理上来说了，有些道理其实是说得通的啊，但是如果你举啊，大圣经典来说他们讲的错，那当然你这个是你才有的，我们根本就不认同你说的那些经典啊，那就会有这种问题。好，那所以他说复次啊，佛言无量阿僧祇劫做功德欲度众生啊，那基本上啊，他看到我们这样的注解啊，《般若经》里面啊，就无量他底下有解啊，他说这个菩萨应生如是心啊，就注解156啊，那么就是佛言啊，就是这里是以这个《摩诃般若经》啊到《大品般若》里面的这一段话来说啊，他说菩萨摩诃萨应生如是心啊，就发这个心了。我当代十方一切众生，若地狱众生，若畜生众生，若恶鬼众生受苦痛，唯一众生无量百千亿劫，待受地狱中苦。啊，那
乃至众生入于涅槃，以是法故为众生受诸情苦，是众生入于涅槃矣。然后自种善根，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那这个是代众生受苦。那华严经里面也有啊，华严经里面也有代众生受苦的这个文啊，就是代一切众生受一切苦。但是实际上，菩萨即使有这个心，但是实际上会不会就真的能够代一切众生受苦呢？其实也不行啊。就是说，那如果可以，那就没有地狱的众生了啊。其实不行，但是他必须要有这种心。但是菩萨会发现，他先要有度众生的心，要度一切众生的心。但是度一切众生，他也不真能度一切众生。但是他发愿的话，他就是要发愿要度尽一切众生。所以我们会发现到他基本上是这样。第一个就是，那众生度，比如说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啊，比如说地藏菩萨的愿，那其他的菩萨也是这样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要发。其实你发菩提心，就是要发度尽一切众生的愿，要度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众生不度的，就是要度发度一切众生的愿。但是实际上，佛成了佛之后，也不能度尽一切众生啊，这是一点啊。但是你发心的时候，你就是要发度一切众生的心啊，尽其所能的。啊，尽自己的力量啊，那么要发度一切众生的心，那么另外要带一切众生受苦的心啊，也是发这个心。那但是你实际上也因为业是各自做造业，各自受报的，那么即使你有心，你实际上也不能带一切众生受苦。但是这两个结合起来，就是你要度一切众生，你希望带一切众生受苦，如果有能力的话，但是实际上不可能。所以它就变成，当你知道你这个心很恳切的时候，你这个心很恳切的时候，那么就好像有的父母很爱小孩，有的小孩很爱父母，他很希望能够带他父母受病苦，能够带他的儿女受病苦，实际上也是有的。所以他实际上也知道没有办法带，但是他为了要让这些儿女或父母不受苦，所以他就会很注意怎么样的原因，怎么样的原因他会受苦，怎么样的原因他不受苦，所以他就去具足那种原因。所以菩萨发了要度一切众生的愿，要带一切众生受苦的愿，那么他实际上发现到你有心无力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们，你要怎么样才真正能够不让他受苦。就是你要带他受苦，其实就是你要引导他，或是你要教导他让他不受苦，其实是这样的啊。那你要度一切众生，那么你就会发现到不是一切众生你要度他就可以得度。第一个，他要有善根，善根要成熟，要跟你有善缘，要不然你要度他也度不了。所以佛度一切众生，基本上就是第一个，他平等心，平等心看待一切众生，然后没有善根的让他种善根，有善根的让他成熟善根，善根成熟的就决定让他得度。那么善根成熟他不能得度，就是你跟他没善缘啊，你要找一个有善缘，或是你要跟他结善缘。所以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尽量跟一切众生结善缘啊，那其实是这样。所以一切众生如果成就的时候，你成佛的时候，这一切你所度的众生就会升到你的国土。那这个其实就是《维摩诘经》讲的心净国土净啊，他就是讲这个道理。当你的心清净，你让众生也清净，你未来成佛的时候，这些众生都到你的国土，成为你的多闻第一的弟子啊，智慧第一的弟子，成为你的侍者，成为你说法第一的弟子，然后你的国土就清净啊，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好，所以他这里说这个般若经里面啊，讲到这个带一切众生受苦的文，那华严经里面也有这段文
那以前呢，弘一大师有一个弟子叫做徐蔚如。那徐蔚如他犯了一种病啊，内痔啊，就是他有痔疮，那非常痛苦。他每一次上厕所都拉血，血流不止啊，他非常痛苦又医不好啊，啊，所以一旦这个拉血的时候，他痔疮拉血医不好，非常痛苦。他怎么医不好？寻求中西的名医都没办法医好。后来他就念那个《华严经》的代众生受苦文，他这里有稍微说到啊，那《般若经》里面也有，那代一切众生受苦的文。那么念完了之后，他真发心，那么而且他真的这样想，他愿意，他不是说啊，因为我念了这个会让我解离苦，所以我来念啊，不是这样。他是真的希望啊，能够代众生受苦，真发这个心。结果发完这个愿之后，全身非常的难过，痛到死去活来，没办法，痛到昏死过去。昏死过去之后，隔天醒过来，好了。啊，当然这个是记载的啦。啊，这个印光大师也有说到这件事的样子啊，就说到徐蔚如，他也是印光大师的一个弟子吧，啊，那都讲到他念那个华严经代一切众生受苦的文，那这里刚好也是啊，代一切众生受苦的文啊，那么一切的苦痛啊，地狱的苦痛啊，畜生恶鬼，为一一众生无量百千亿劫，长时间的受很重的苦。啊，那么一直到这些众生都不再受苦为止，啊，那这个是非常长远的啊。像地藏菩萨也是类似的，依这个原理，那么希望三恶道的众生、一切地狱的众生都尽了之后，那么我才怎么样？我才成佛，啊，其实也是依这样的道理。那这个其实是大圣经典里面比较强调的，就是大悲心了，啊，大悲心。那因为菩提心以大悲心为根本嘛，啊，好，那这里是说到啊，那么佛言啊，其实《华严经》里面也有啊，这个无量阿僧祇劫做功德，欲度众生。经里面有这样说，你为什么说三阿僧祇劫？三阿僧祇劫有量有限，其实阿僧祇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长，长到不可数的啦。那么有时候阿僧祇并不是一个数词，啊，数目的数，而是一个形容词，啊，但是有时候是一个数，像无量也是一样，无量也是一个数词，但是也是一个形容词，啊，十大数里面有无量、无数、无边，啊，那不可思议，啊，阿僧祇，啊，那么这个其实都是数词加起来，啊，那比较少的就是千百万、百千万亿俱之，啊，那亿就是巨字嘛，百千万亿恒河沙啊，那么这个是从百千万亿开始说，那么如果多一点的，从十大数开始说，无量无边阿僧祇，好，啊，了，这个就从最后面的说啊，这个就非常非常形容非常非常的大啊，那他说三阿僧祇劫有量有限啊，它还是一个数词啊，它还是有限啊。那么包括这个，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说无量寿，无量是一个数词，也是一个形容词。那你说无量寿要看它是，因为无量是这个十大数里面的前面，啊，它还没有阿僧祇，它还没有那个不可思议、不可说、不可说多，最后是不可说、不可说嘛，147个嘛，啊，那但是如果是无量寿的话，还没有不可思议的寿命多。但是它还是有量的，那这个是数词、数量的，它是有限的。那如果是无量形容词的话，那就是无限的了，啊，那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看，啊，那因为它这个数词跟形容词其实是混在一起说了。好，那阿僧祇有量有限，那就问。摩诃眼中虽有迟疑，我亦不得人信啊！就自然就会这样嘛，因为你用我不信的经典来告诉我，我说的是错的。你的出处、你引经据典都是我不承认的经典，那我怎么你说的我当然不信啊！
就好像现在这个问题有一点像说啊，你基督教的啊，引圣经来跟我说啊，这个上帝是创世者啊，所以连佛都是上帝创造的啊。那你看圣经里面这样讲，你的圣经就不是我们他讲的道理，就是不是我们承认的啊。那你说佛教说佛经里面有讲什么啊？这个上帝其实也是凡夫而已啊，或是上帝其实也还在生死中。那你去跟这样基督教讲，基督教哪里会相信你？啊，你那个佛经根本就是，啊，他不信你这个。那这里也有啊，你用大圣经典，然后就大圣经典他们不承认嘛，啊，那你用这个他不承认的经典的说法，然后去跟他们讲你的说法是错的，那他当然，照理讲他当然也不能承认了，啊，基本上是这样的。好。所以他后面就讲了嘛，啊，他说这个摩诃言中，就大圣经典中虽然是有这个话啊，因为他引的是般若经的嘛，其实华严经也有啊，那我也不会相信，我也不能多信啊，因为你的话有些根本就你们自己编出来的啊。那他就回答他啊，这个四维大师，你这样讲那就有很大的过失啊，啊，很就此言差矣，就是很大的过失啊。是佛真法，佛口所说，如无反复啊，就是说这个是佛亲口所说的般若经啊。那么你要不要好好再想一想啊？一般反复哈，这个反复在以前是很常用的，就是说你在阿含经里面，你其实是很常看到的，包括鸠摩罗什好像也常用在。在后面啊，这个大智论里面也有讲到，包括后面十七卷、二十卷里面讲到啊，他比如说他难遇无反复，被恩如小人啊，难以调御啊，那没有报恩。他所以他这里有讲到157，我们看一下啊，他说这个反复啊，一般来讲啊，反复有时候是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如果依字面上的意思，中国的话来讲，这基本上反复就是，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啊，那么通常是，啊，就是再三考虑啊，研究啊，基本上经典是有这个意思，啊，另外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啊，比如说《大智》里面也有啊，后面到第几卷啊，难遇无反复，被恩如小人，啊，很难调御啊，那么没有一点感恩心。啊，有时候也写这个反复哦。啊，有时候也写这个反复。啊，难遇无反复，被恩如小人。啊，所以他基本上，啊，那么应可能也是有这个，所以他下面讲的说，啊，有这个念恩报恩的心，啊，那么。这个杂阿含啊，他引杂阿含，身为无有反复，身不念恩啊。那他这里也说到说，因为他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啊，那他说如无反复，就是说你要不要从头好好再想一想啊？那么如从摩诃眼出生，你是因为这个，当然你这样讲。啊，因为基本上是大圣包含小圣，但是小圣并不包含大圣，啊，以前是这么说的啦，但是现在比较不这么说，就是大圣的根本是小圣，就大圣的根本是阿含经，啊，那以前大圣的概念是说这个阿含经是大圣中的一部分，啊，就是说，啊，所以这个概念是以前大圣经典的概念基本上是这样，这个是大乘。大乘是这么大，这个是大乘，啊，这个是小乘，小乘是一部分而已，啊，那么但是现在的观念我们知道，所谓的大乘，这个是阿含经啊，我们叫小乘，啊，以阿含为根本而不断的延伸扩大说明啊，那因为后来啊，因为后来就是阿含为根本的时候，那么有一些偏掉了啊。举个例来讲啊，
现在大智论的意思，基本上大圣经典就是阿含，阿含是从这个大圣啊中一部分而已啊。那么他是教导那些得解脱的人啊，求解脱的人啊，还有很多更大的是要成佛的人啊。他只是教导这一部分人而已啊。那么还是求升天的人啊，那基本上是这样。那这个现在的看法就是，这个是大乘，那这个是阿含，啊，那阿含的原意是这样，但是部派有可能啊偏掉了，啊偏到这里或偏到这里或偏失了这个原意，然后大乘再透过这样从他的这里面透过解释回到这里来。啊，大圣就是透过种种的譬喻啦、说法，再让他回到这里来，把他又拉回来这边来，其实是这样的。所以，根本佛教这个是根本佛教。那如果大圣的说法不是，大圣的说法，这个大圣是根本啊。所以像《法华经》也是这样啊。那么唯一大乘无二无三，大圣是根本。那么从大圣才出小圣。从大圣里面出小圣，啊，那么现在我们比较认同的就是从，比如说像导师的看法也是这样，就是说，当然大圣的范围就比较大，但大圣基本上大圣经典，就因为这个只是求解脱的嘛，这个只是基本上也是求解脱的，啊，但是他不但求解脱，而是求一切众生共同得解脱，啊，那这个当然就不一样。所以常常会讲嘛，大圣是大海水嘛，小圣是牛脊水嘛，大圣是太阳光嘛，小圣是萤火光嘛，萤火虫的光嘛，啊，就会讲这些啊，那是不太一样的。好，就这些概念啊，但是在龙树那个时代，基本上是以大圣为核心的，以大圣为核心的。好。那么这些小圣的部派的，它只是大圣中的一部分啊。好，所以他说啊，奴从摩诃眼中出生，你是摩诃眼中出生的啊。那么大圣里面啊，我想如何眼我都不能，我不能多信啊。这一点类似像被祖忘宗一样，因为这个大圣就是他的祖宗嘛，啊，就是你他是从大圣出生的嘛，啊，那你怎么还不信大圣呢？啊，所以护持摩诃眼论义，此中应广说。好，那现在要广说啊。他说第一个啊，因为他就从他前面说的来告诉他，你哪里的观念是错的。他说你们这样说。三十二相业因缘，欲界中众，非色无色界中众，有三界嘛，欲界、色界、无色界。好，那么三十二相业因缘在哪里众呢？在欲界，啊，欲界就是人跟天嘛，那色无色界没有，色无色界就只有天。好，他说无色界中以无声无色，是三十二相是身庄严，于中不可得众可耳，啊。那这个色界中何以不得众？你说无色界，因为它没有身相嘛，所以它也没有所谓身相庄严可说啊。那你说这样还说得过去？但是色界也有色身啊，欲界、色界都有色身哦，无色界才没有，无色嘛，无色就是没有色身的嘛。那么为什么色界不能啊？色界中大有诸梵王。常请佛出转法轮，是智慧清净，能求佛道，何以言不得众三十二相因缘啊？那这样讲，所以他其实就问答来问他，其实就是说你这样讲是不对的啊。那这个也是众三十二相因缘啊，色界是可以众的啊。那比如说梵天王也是色界啊，出禅嘛啊，那么。他请佛转法轮，这个也是三十二相因缘里面啊，那众三十二相，
他到底是哪些福德，其实后面也会有讲啊，布施就可以中三十二相啊，你怎么样布施啊，他基本上就可以中三十二相，这个是在后面啊，后面不知道我看第几卷，这里应该是没有啊。那后面如果讲到了再来说啊，就是说这个有三十二相的是，就是你要怎么样做才能具三十二相啊？比如说你讲好话，那你的牙齿相啊，那这些就会好啊。那类似像这样，应该在第二册，这个是第一册啊。那我们再往底下看啊，他说，人中得众，非于道啊。这个一个就是说，你要在欲界中众。那欲界有六道啊，欲界有六道。第一个三界中，如果部派啊，三界中只有欲界可以众，欲界中只有人可以众。啊，那其他的没有办法做啊。那么第一个问题啊，其实色界也可以啊，就是说龙树的意思就是说，不只有在欲界，色界也可以啊。那么欲界中不只是人，其他道也可以啊。那为什么呢？啊，他这里有讲，他说又言人中得众，非于道，如说伽度龙王，他是十住菩萨。阿那婆达多龙王是七住菩萨，罗诃阿修罗王亦是大菩萨啊。这底下注解啊，有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啊。就是他有想啊，这个三十二相里面啊的一个差别。好，那你为什么说于道不得众三十二相业因缘呢？啊，那这是一个啊。另外啊，他又说人里面有四大宗，就是三界里面只有欲界，欲界里面只有人，人里面只有难言福体可以，其他啊不能不可以。好，那么第一个当然不是只有欲界可以，色界也可以，欲界里面不是只有人可以，这个阿修罗、龙、畜生这个都可以。啊，那么人里面不是只有难言福体可以啊，那么其他的啊，东胜神州、西牛贺州也可以啊。那你说人里面有四大州嘛？四大州是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阎浮提、北俱卢州嘛，也叫做占卜州嘛。好，那他说有意。啊，因为欲胆罗耶不可种啊。你说南阎浮提才可以种，北俱卢州欲胆罗就是北俱卢啦，它的意思就是北州啊，那北俱卢州啊，那福地，它是福地。那通常是这样，通常是把这个世界分成四大州。那四大洲的分法当然是印度的习惯分法。那么如果我们要从事实上来看，基本上就是啊，那当时恒河那边的南边、北边、西边、东边啊，基本上是这样而已。那佛在的地方那个叫做占卜洲。那么往北边有居卢啊，就是你看地图，印度的地图也有啊，居卢地方啊，就那边可能是过得比较，就其实靠近巴基斯坦那边了啊。那俱卢州啊，那么还有牛贺州，还有圣神州啊，那基本上是这样。那有一些扩大来讲，就是其实都是在印度啊，还不是不一定是南印度、北印度啊。那后来就变成是比较是属于，比如说我们说再扩大一点来讲啊，就四大洲啊，就欧洲、非洲、美洲、亚洲啊。再扩大一点来讲啊，就地球是南阎浮提啊，那有其他的星球
大概这样。不过这个因为像佛教里面有创世纪，像基督教创世纪，世纪经长阿含的世纪经里面，它大概讲到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啊，那有哪里有哪里啊，那这个是初期的，就是讲世界的大概构造了。那有哪些世界？这个是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印度习惯的说法啊。那么后来佛教类似引用的，那讲的更多的是华严经啊，华严经的华严世界就讲的更多了啊。其实是这样，那这个长阿含的世纪经里面讲世界是怎么形成的，人是怎么来的啊，然后各个是怎么样的啊，基本上就世界有哪一些啊，那大概就有这样的一些一个我们说文化啦，一个传说啦啊。那东胜神州的人啊，我们大概讲一下东胜神州的人啊，就各个经典其实讲的也不太一样啊，但是我们大概说啊，就是说取一部经典的说法啊，就是说东胜神州的人啊，寿命有300岁，他的脸是圆形的。南瞻部洲的人啊，寿命100岁啊，就用佛那个时代来说了，他的脸是长形的啊。那么西牛后洲的人啊，有200岁，他的脸是半月形的。北俱泸州的人有1000岁，他的脸是方形的。那么除了北俱泸州1000岁活到足岁之外，其他州的人啊，少出多减，就是活足岁的比较少，那活足岁的比较少，而且增多的更少啊。但是大部分是活不够的啊，就是缺的了啊。那么基本上是这样。那这四大天王镇守啊，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啊，那基本上是四大天王驻守。那北方没有佛法啊，北俱泸州没有佛法，那么是他是人间净土，他活1000岁，他是人间净土啊。那所以啊，玉旦罗，北玉旦罗就是北俱泸了啊，他就是北俱泸啊，俱泸州。好，那其实这个地方是这个北印度啊，它属于北印度。好，那其他的瞿陀尼佛婆体，瞿陀尼是犀牛贺州啊。那前面这个玉坦罗，这个是北俱泸，俱泸州，它翻作俱泸啊，北俱泸。那瞿陀尼这个是啊，这个西部犀牛贺牛贺州啊。佛菩提这个是在东部啊，这个是圣神州。那么你说北俱泸州啊，有四大洲吗？人有四大洲。那么你说北俱泸州那个是啊，不利根浊乐啊，那无我啊。他说有意比中人，因为这个是讲玉坦罗，就是北俱泸，北俱泸的人比中，就是这个国土中，就是有这么说啦，这个国土中比中人，就是这个国土中的人无我，无我不是说他们都无我，不是，就是说没有家庭，没有私有的概念，一点有一点像共产观念啊，就是说他们没有家庭，没有家庭的这种概念啊，那么没有私有的财产的概念，很多东西都是共同的，不分你我的啊，那么有的孩子是大家养的，这个是这样的啊。那么衣食都是自然的，他们也不用工作的，他是你要吃就去外面采来吃就好了啊。那么你这个衣服也都是树木自然树木剪下来用一用就可以做衣服的啊，都是七宝所成的啊，而且地平没有山，都是没有山的，跟极乐世界一样。其实北俱泸州的形容词跟极乐世界差不多啊，就是净土，它是人间的净土啊。那么人死的时候也不用埋，不用烧的，就人死的时候有一只大鸟啊，会来把尸体拿走拖走啊。那而且四季如春啊，他没有，他就是反正他生活条件非常好啊，那也不用劳动啊，那就是寿命又很长，也不会夭折啊，不会。那没有家庭概念，没有私有的财产概念，因为都是大家的，
全部是大家的，那也有结婚生小孩，那生小孩是大家养，啊，所以他叫做比中人啊，这个国土中的人没有这一些啊，就叫做无我，啊，就是没有这种私有的概念，而且就是生活过得很美满了，啊，那么有饭大家吃，有歌大家唱啊，但是没有这些痛苦，着乐啊，就是无欲自在嘛。人中无欲自在，最自在其实叫北俱泸州，啊，不立根。那因为他懒着无欲，所以根不太立，所以不得种。好，那你说北俱泸州没办法种啊？那还可以说得过去啊，因为他们就没有去行善了，不会去行善啊。那东胜神州跟西牛后州，福德、智慧、寿命跟圣言福体为什么不行？他的寿命啊，因为他过得比这个南瞻部洲100岁啊，就是那个寿命平均啊100岁。当时啊，佛陀2500年前，他这样想，就佛陀在100岁的时候出现在这个世界嘛，啊，人寿100岁的时候嘛，啊，出现在这个世界。那这是南瞻部洲吧？这犀牛后洲是他的2倍啊，200岁。啊，但是各个经典有时候讲的不太一样啊，但是我们就取其中一个经典来说就可以了，啊，那这个东胜神州有300岁，那寿命、福德都比南阎浮提，还有而且智慧、寿命、福德都比南阎浮提的人更好，那为什么不能种？啊，所以你说的没道理啊，讲这一些啊，那。那么他这里说啊，这是又来说他说的没道理的。另外啊，他说奴言一丝种一相啊，那么一丝就是丝就是心所啊，受想思啊。他说是心啊，这个心所里面有受想思嘛啊，那有时候有讲五作意、触作意、受想思都叫心所。那佛法里面重点是受想思。好，他说是心弹指起60生灭。啊，那有的讲62，有的讲65，啊，像俱舍论就讲一弹指，就这样一弹指，65个刹那，啊，65个刹那，所以有的人跟他算啊，大概一刹那大概0.多少秒啊，这样啊，一心中不住，不能分别，啊，只有一心，他一下子刹那生就刹那灭了，意思就是这个心刹那生刹那灭，所以叫不住嘛。那既然是刹那生刹那灭不住，那也没办法分别。你这个一刹那中就过去了，啊，这个一弹指60几个刹那呢？他这里讲60生灭，60，大智论讲60，有的讲62，有的讲65，有的讲更多啊，700生灭啊，讲的更多。好，那现在用他60的生灭来讲就好。他说这一弹指就60个心过去了，啊，那这样快怎么能够分别？啊，是就是分别，那云何能种大人相？啊，所以分别是了别啊，你要能够了别，你才有那个心了别，才造那个业啊，所以叫做心意识嘛，啊，它基本上是这样哦，啊，依大智论的说法啊，心刹那生刹那灭，这个心。啊，那心是基本上我们说受想思啊，啊，这无蕴的，那这个叫做行，行心所，啊，然后那有时候啊叫事，受想行事，啊，然后身跟心嘛，那叫做无蕴嘛，我们这个心，那么这个思是行心所，啊，那通常啊，那如果再有的话啊。这个事，这个是心意事，一意成事，啊，那心相续有意，心相续，这前念后念，它通常是这样，啊，这个是心所，这个是心的了别，啊，那有些再加上触作意，触作意就是五片行，啊，触作意受想事。啊，五蕴叫做受想行啊，这个事是
这个是心刹那生刹那灭，比如说一弹指六十个刹那，一弹指六十个刹那，啊，一二三四五啊，就这样，啊，就这样，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啊，所以它必须要相续，相续的心，心相续，前念后念相续，一念，啊，一念心啊，那么前念后念，它要相续，它才能做了别，不然它不能了别啊，啊，那所以前念后念相续，然后做了别。啊，那你了别的时间，你相续的时间越长，你了别的就更深刻。所以你做观也是要这样，啊，那其实是这个心意识，那么这个是心相续，前念后念相续，啊，前念心跟后念心相续，啊，前后念相续。那念是当下的那一念心嘛，当下的心，啊，就念嘛，当下的心，然后相续。啊，就这个清，这个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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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那你就知道哦，这个是青色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心，我们现在写这个字，黑色的心，黑色的字写的心，啊，那你要看了之后，这个念念相续，你就发现到哦，这个是心，那你一下子就没有了，你哪里能够了别它是心，啊，那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心意识，啊，那分别了别。好，我们再往底下看。所以他说，一心中不住，不能分别。假设刹那生刹那灭，就没办法分别。那你一丝一丝，只是一个心所而已啊！啊，那么一丝一丝，这里是受想思，这个是心所，心的作用一丝一丝，一丝只有一颗刹那心，它怎么可能分别呢？那没有办法分别啊！怎么种大人相呢？怎么造业呢？啊，所以此大人相不应不了心得种，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第二个就是这个大人相不应该是不了心得种，以是故多思和合能种一相，就是很多心相续才种一相，啊，如种物一人不能担，必须多人力，啊，那大人相就是佛相，佛的三十二相。哪有办法一丝种啊？应该很相续、很长的这个心才有办法种啊。那么，所以好像啊，很重的东西要很多人扛，一个人扛不了啊。那么心就一个心，一个心就像一个人一个人一样啊。如是众相要得大心多思和合啊，那一心一个心一个丝怎么能种呢？啊，一丝种一下啊。那么而乃得众，以是故名百福相。百大心思众福德，是名百福相，不应一思众一相。于是其他的事，一思要众一事都不行了，何况要众三十二相、百福相啊？那哪有可？你这样讲没有道理啊，不应该啊。好，这是批评他一思众一相。那前面是讲啊，在欲界人道。仰然阎浮提才可以种三十二相，啊，那这里是讲一心种一相，一丝种一相，啊，就是纯粹就三十二相来说。好，那第九个评就是评论他、批评他了，啊，好，那你又说释迦菩萨啊，释迦文尼就释迦牟尼了，这个菩萨心没有纯熟。啊，弟子心纯熟，弥勒菩萨心纯熟，弟子心没有纯熟，啊，就前面说的嘛，啊，那好，他说你这个话是出自哪里？出自哪里？啊，他第二次问了，啊，那前面也是问他，啊，你这些讲的话是哪里出来的？啊，比如说这个第一阿僧祇劫，啊，我们看这个一百二十五页，啊，你说。第一个阿僧祇劫不知道要做佛不做佛，第二个阿僧祇劫知道要做佛不说，第三个阿僧祇劫知道要做佛也为别人说，啊，那这个话是哪里出来的？你的出处在哪里？引用哪里的？根本就没有这种话啊！那这个第二个啊，释迦菩萨心纯熟啊，弟子心没有纯熟，他又问他，你这个话又从哪里出来的？啊，三藏中经律论。
啊，根本就没有这句话啊，而且大圣里面也没有，大圣也没有这样讲，那三藏里面也没有这样讲，难道你是从外道里面引出来的吗？啊，此言啊，你看这是你自己编的，此言自出奴心，这是你自己编的，这根本就经论里面根本就没有这种话。那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这种话，其实也是有些是祖师大德自己的意识啊，他认为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后面也会讲到啊，比我现在先说，比如说举说啊，末法一一人修行，汉一得道，为一念佛得度生死啊，这个经律论也没有这样讲啊。第二个就是说，比如说啊，净土里面啊，这个、释迦佛啊，后面会讲到，最后面会讲到释迦佛为什么要出现在世间。那后面的人就说啊，净土的这一些弘扬者就说，这个释迦佛出现在世间，纯粹只是为了来说阿弥陀佛的十八愿，第十八大愿，啊，就是释迦所以新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海，啊，这个都是自己编的，根本就经律里面都没有讲这种事啊，类似像这样。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啊。我们后面会讲到啊，这有这样的事，那么他们就在论了啊，就论这些说，你说这个菩萨释迦菩萨心没有纯属，但是他弟子纯属了、啊；那弥勒菩萨的心纯属，但弟子没有纯属，意思是说弥勒菩萨其实比释迦菩萨啊，那么更成熟了啊，善根更成熟了。他说这个话哪里有的？你从哪里引出来的？你哪里看到的？根本就没有，好不好啊？这个不管是声闻还是菩萨里面都没有，根本都没有这一种事啊，都没有这句话。这句话哦，你自己想出来的，幻想出来的啊。奴但见啊，你只是看见释迦牟尼菩萨在宝窟中见弗沙佛啊，因为他说有这么一传说嘛，释迦菩萨在见这个弗沙佛七日七夜一句赞佛。啊，那么所以超越九劫嘛，啊，应该要修一百劫，但是超越九劫，九十一劫成佛嘛，啊，那么七日七夜一句赞佛，你单单看到这个，你不知道弥勒菩萨也一样种种赞叹弗沙佛，但阿波陀那经，啊，阿波陀那经不是一本经，阿波陀那经不是一本经哦，阿波陀那经是譬喻，啊。三藏十二部里面就是经中的一类啊，那常常会讲阿婆陀那，它不是像法华经啊、金刚经这样的一种经，不是哦啊。它是譬喻的意思，那譬喻基本上都是讲本身，早期都讲本身啊，你知道吗？所以阿婆陀那经就是譬喻，讲譬喻的，讲本身的譬喻，就是譬喻就是讲本身的东西。那么的这一类的经典里面没有说到而已啊，它并不是没有这件事啊。那么好，我们稍微把阿波陀那稍微写一下好了，让大家知道的更详细一点好了。这个阿婆陀呢，阿婆陀呢啊，大智论里面有所谓的大阿婆陀呢啊，还有长阿婆陀呢啊，大智论里面有讲到两个阿婆陀呢啊，比如说大阿婆陀呢啊，我们现在顺便写一下。大阿婆陀那跟长阿婆陀那啊，那么大阿婆陀那是指诸佛的本身啊，诸佛因缘本末长阿婆陀那是指长寿王的事迹啊，长寿王也是过去佛的本身，长寿王的事迹，
这个是大智论里面的啊，有讲到这两个阿波陀那。那阿波陀那其实是譬喻的意思啊。如果依经师来讲啊，经师，然后用律这个律师来讲啊，这讲的不太一样。经师的话是圣贤的光辉事迹。我们把这个讲完，圣贤的光辉事迹啊，就是他过去很感人啊的功德事件啊。那么这个律师来讲啊，就是从啊，就是从这些事迹说的善恶业缘为过去的啊，这个。这个部分啊，他是说从事迹啊，律师里面是从事迹，从这些事迹说明善恶业缘为过去的一部分，说明善恶业缘为过去的一部分啊，这个都叫做阿波陀那。为过去树因或现世的一部分，为第一个过去啊，第二个现世的一部分树因，或是现在的一部分。那大概是这样，好，我们先下课，我再写一下。
好，我们继续来看。所以他说啊，这个《阿波陀那经》啊，就是专门在讲啊，因为是讲弥勒跟佛的过去生嘛，伟大光辉的事迹嘛。那么在这一部分这一类的《阿波陀那经》是十二部里面，就是经里面有这么一类的说，一类的经典。一开始只是三部嘛，啊，那么后来变成就很多类，变成十二部啊，就十二部类。那么这一类讲菩萨跟佛过去光辉事迹的这一类里面，啊，没有说，就是只有说到，没有说到，只说到释迦佛赞叹菩萨佛，但是没有说到弥勒，就只说到释迦菩萨赞叹菩萨佛，但是没有说到弥勒菩萨赞叹菩萨佛，但是没有，没有说，并不代表没有，是你不知道。啊，所以他说《阿波陀那经》啊，所以他旁边有加个书名号，那个应该要把它去掉，因为它不是一本经，它是这一类的经啊。因为旁边有加个书名号，挂两个书名号有没有？啊，它不是说它是一本经，像《法华经》《金刚经》这样，你就可以加一本书名号啊。所以应该要把这个书名号去掉啊。它只是这一类的经典，《阿波陀那经》是讲。譬喻啊，后来的譬喻又不是那个意思了啊，但是最早的譬喻就是讲它的本身啊，一些比较啊伟大的事迹啊。那么这一类讲菩萨过去伟大的事迹啊，这一类的经典里面没有说啊，那并不是没有。那么没有说是因为没有你没有那个因缘说了啊，这无因缘故啊，所以。那没有说，那奴便为啊，弥勒弟子心未纯熟啊，你就说弥勒的弟子心没有纯熟，或者释迦菩萨心未纯熟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么如是皆为过失啊，那基本上是说释迦佛心没有纯熟，或是讲弟子的弥勒的弟子心没有纯熟啊，那么这个其实都就是你说你我讲的哪里有错？啊，那我告诉你，你错在哪里啊？就这样讲，这样讲。好，那第十个啊，那他举蛮多的错误出来啊。他说：“你说啊，菩萨一切悟人师，无所爱喜。”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啊，如斯毗王啊，就是他本身的故事啊。这个都是阿波陀那这一类啊，讲过去光辉的事迹啊里面的。那如斯毗王为割故。割肉为因，心不悔恨。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啊、上次说到啊、就是说这个大圣基本上是一直从法的根本上去说啊、那么比如我们讲独住啊，什么是真正的独住，什么是婆罗门，什么是沙门，什么叫做说法啊、那阿含经里面也有讲，那什么叫做法师，哪怎样才能叫法师，怎么样叫做说法，那么这些啊，那么基本上都从他的根本上去说。好，那他这里也是啊，他说这个，他你说这样啊，割肉为因，心不悔恨啊。他说如以财宝布施，是名下布施啊，就身外之财啊。那么这个布施，这个是比较多人做得到的。以身布施啊，头目脑髓，生命，身跟命，身跟命又不一样，身跟命又有差别啊。那如果是身的话，比如说啊，你捐肾啊，捐肝啊，你还不会死哦，你不一定死哦啊，但是你可以为你的父母或为谁啊，有些人也捐肝啊，但是他也不会死啊，他就是割一部分嘛。那个这个也是身，但是这里的身比较是生命啊，身体性命啊，啊，所以他捐了就没有。比如说割肉喂鹰，他割了也不会死啊，但最后他把肉都快割完了啊，类似像这样。所以以身布施，是名终布施啊。那如果再讲的话，身后面还有命啊，以命布施啊，就终上布施了 啊。那么种种施中心不着。视为上布施，这是最上的，就是说你不管你布施什么
你清净心，你不执取，不执取什么？能施的人，所施的人，所施物啊，就我们叫做三轮体空了 所以你看《大圣》里面在讲这个布施也是这样，你这样想斋戒也是这样啊。斋戒不是说你不吃你就是斋戒啊，比如说过午不食，它不是你不吃你就是斋戒。当然要从这些讲，但是重点是你不贪不嗔啊，不执着，这个才是真正的清净，这个才是真正的清净啊。那么不是啊，不是表面上的啊，类似像这样好。那所以他说，不管你施什么啊，那么财施，那么身施、命施啊，那么你心都不执着啊，不执取，我为能施，我施了什么啊？那我施给谁啊？这个才是上布施。好。那么如何以藏中布施为谈波罗蜜满？因为他说菩萨一切物能施，无所爱惜啊。那么而且就举例像尸毗王为割故，割肉喂鹰嘛，与鹰嘛，心不悔恨，这个就是谈波罗蜜满。如果真要来讲，这样的波罗蜜还没有满，因为他只是能舍，他只是能舍，他还没有智慧的气氛，所以这个。不能叫圆满，不能到彼岸。波罗蜜是到彼岸嘛？到什么彼岸啊？简单来讲是到生死的彼岸，但从大圣来讲是到成佛的彼岸啊，是叫成佛了。那单单只能单单以身布施，其实还不具有成佛的，还不能有圆满成佛的功德，还没有办法啊。他说这样的布施心虽然很伟大啊，这样的布施心也是很大很伟大啦。但多慈悲啊，那有知智慧，有不知智慧啊。他说，但是啊，那么智慧里面有知有不知。好，那什么叫做知跟不知呢？他底下就有举例啊，前面是讲知，后面就讲不知啊。那他就问菩萨为一切众生啊，为父母，为哇，主者啊，那么为一切人啊，或者为父母，或者为子女，或者为你的国王主人啊，或者为一切人，以是故，非执不惜身为谈波罗蜜满啊。他说，不单单执，就是不单单只是不惜生命就谈波罗蜜满，而是为一切众生。为父母，为一切的人，能够这样布施，才叫做谈波罗蜜满。啊，他就回复他了啊，就布派的。那么这个龙树菩萨说，虽为一切众生，好，你说不单单只是为那一只鸽子而已啊，你说为那一只鸽子，那个只是譬喻啊，不是为一切鸽，不是为那一只鸽子就谈波罗蜜满。而是为一切人谈波罗蜜满。好，他说这个不是量的问题，这个是值的问题啊，就是你量变不一定倒，你为一个人很伟大，为一个人能够这样做很伟大，你为一切人能够这样做更伟大，没有错。但是这个不是多少人的问题，这个是布施的时候那个心清不清净的问题啊，就好像你这个过午不食啊，那么我们举例了啊，就持戒过午不食，时间到了，说不吃就不吃，饿死都不吃，你叫做持戒清净。那么真正的持戒清净是，你不管吃跟不吃，那你可以不吃，但是你心中没有贪，你这一辈子一百年都中午过午都不食，都不吃，但是你的心有烦恼，那么。这样也不清净，它不是多少天的问题，它是心不清净的问题。好，那现在也是讲这样，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我们之前讲，就是大圣其实要把它拉回到修行的根本道理上啊，他为要成就什么？那布施最重要的布施福德，不是从你给人家，你能舍，它是从能舍，是从那个心能舍。
开始生功德的啊。那么如果你心，你虽然东西给了人家，但是你杂染心，或是事后心后悔啊，那么一样啊。像阿含经就讲一个故事啊，有一个摩诃男，摩诃男是另外一个摩诃男啊，摩诃男这个经典里面有三个摩诃男，一个是阿那律的哥哥叫做摩诃男，就迦毗罗卫国的啊。那另外一个是，另外因为是五比丘里面也有说有一个摩诃男啊，那个是在家的，五比丘是出家的。还有一个摩诃男在奇眼精舍，在舍卫城的啊。那个摩诃男是一个富翁，但是他很悭贪啊。那他为什么会成为富翁呢？其实就是他过去曾经布施给一个辟支佛饭菜，可是他布施后心里面后悔了，心里面后悔，哎呀，布施给这些人做什么？还不如给我那些佣人吃还比较好啊！给那些人，那就没有做了什么事，没有用，浪费我的东西，布施后就后悔了。但是虽然是这样，他还是有布施辟支佛啊，所以他也有福报。但是这种福报杂染心不清净，所以他后来啊，后来那个福报就不长远啊。所以他重点不是给了什么，给多少，而是你给的时候心清不清净。好，那现在布施也是这样啊，所以他这里讲啊，这个龙树啊，在告诉他，其实真正的布施波罗波罗蜜，布施波罗蜜，布施波罗蜜圆满，圆满不是你布施一切人你就圆满啊，而是你在布施一切人的时候，你心清净不执取，这个才是真正圆满啊。我们说，其实大圣经典就是要回到佛法的根本处啊！真的，我那这样有道理啊，这样是有道理的啊。所以他说，他讲啊，因为他有讲嘛，我们不是单单为那只鸽子，是为一切众生啊，为一切人啊。所以有这个心，他才圆满的啊。他说是，虽然为一切众生，但是这个心不清净，不知己身无我，不知取者无人无主，就是你一般来讲，你只要有我，你就有烦恼；你只要有我，你就有烦恼；有烦恼，你就有爱取啊。所以他说，不知这个无应身，己身就是这个无应身，因为你能舍嘛，你能舍，你基本上你还是执着这个身，但是我为了国家。啊，为了我的神，啊，有些人也愿意哦，啊，他能舍身哦，啊，为了他的国家，为了他的宗教，为了他的家庭，为了他的爱人，为了他的子女，他可以舍身的，奋不顾身的，他没有问题，啊，但是啊，这个虽然能舍，还是不清净，啊，所以不知己身，不知我们这个无应身是无我的，啊，不知取者无人无主。啊，那么不知所施物实性不可说一，不可说一，其实就是能施的人是我，其实是无我的啊。那么所施的对象叫取者嘛，就是取你所施的那个人，他基本上这个就是三轮体空啊，就是能施的我，所施的人啊，取者就是你东西给他，他拿掉嘛啊，就取者无人无主啊，无我无人无众生啊，无受者啊，类像这样。就是无我无人啊，能施的是人嘛，啊，或是对象嘛，那么所施的是我嘛，那么你没有能施的我，没有所施的人啊，虽然你有布施的，但是你不执着，不执着能施的我，所施的人，也不执着啊，也不执着所施的物性啊，但是他不知，就是他执着了，因为。你知己身无我，知取者就是所施者无人无主，知所施物不可说一，不可说一啊，其实基本上就是你都不执取这一些了啊，无所得。那么因为他不知，所以他心不清净啊，所以以三世心主，这三世就是能施、所施跟所施物嘛啊，那么视为不清净。啊，所以这个取是，这个取就是你给他，他拿掉拿取的人，拿的人就是受的人啊，受者。一般我们是说施者，
受者啊及所思物这样啊。那么所以这个四维不清净，虽然有不知，但是它没有三轮体空，所以它是不清净。它不知就是它没有这样啊。那么于世界中得福报，因为它不清净，不是智慧，它有福报，所以在这个世间中享福啊，有是有福报，这个叫做不知啊。那么不能直至佛道，这样的不清净心不知，还是有福报，但没有办法依这种布施而成佛。那么布施般若波，布施波罗蜜是依布施而成佛，六度嘛，依行六度而成佛嘛，所以要叫三心六度啊。三心六度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是什么？无所得心，叫性空慧嘛。那这里三轮提空就是无所得心，那般若经是很强调这个的啊。那么这个其实是符合佛说法的根本要义，就是心为一切法的主导啊，其实是这样子的。所以啊，他说你虽然布施，虽然是难得的可以用生命布施，但是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受者相来布施，不能以这个布施而成佛。你这种布施只能在世间享受福报，不能依这个布施的功德而成佛啊。所以如说般若波罗蜜中三世不可得亦不着，是为具足谈波罗蜜啊。所以有没有道理？有道理。那你说的那这个割利王，不是割利王，斯毗王啊，舍肉为因，舍身饲虎，割肉为因，割肉为因，那么这个就是谈波罗蜜吗？没有，这样的波罗蜜，这样的布施没有办法圆满佛道啊。真正的圆满佛道是要无所得心啊，性空慧，要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要三轮体空的布施才能依这个功德才能圆满波罗蜜，布施波罗蜜啊，这样才对啊。所以我们说其实般若经其实是要回到佛说法的本怀啊，那确实是的。好，我们往底下看，所以这样才叫做具足谈波罗蜜，布施波罗蜜吗？如是乃至波罗蜜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好，那么你像《维摩诘经》里面啊，那讲啊，跟就是他生病嘛啊，然后大家来看他，其实他是借用一样，借用啊，舍利佛、目犍连啊、罗诃罗、阿难这些因缘来讲佛说法的根本核心是什么啊？比如说打坐啊，舍利佛在临终打坐。目犍连为人家说法啊，类似像这样。那么在临终打坐，真正的打坐是心不动，心不为烦恼所动，不是身体坐在那边就叫做不动，就叫做厌坐啊，不是啊，类似像这样。好，他说如是乃至般若波罗蜜，中间就省略没有讲啊，他后面其实很多都在讲这个啊。那么般若波罗蜜是智慧，这个智慧能分别大地啊，这个是部派说的啊。他说这个智慧能在一切法做分别，分别大地、尘锅、聚落做七分啊。这个是般若波罗蜜满啊。那么他就说了啊，那么这个是般若波罗蜜无量无边如大海水，诸天圣人阿罗汉，就是诸天跟圣人阿罗汉辟支佛，乃至初行菩萨尚不能知其边涯啊。那么这般若波罗蜜是佛的智慧了 啊，所以这一些佛以下的啊，这些天圣人阿罗汉辟支佛乃至啊这个菩萨也都没有办法知道。一到十地菩萨，十地菩萨就差不多跟佛一样了。十地菩萨在般若经里面，十地菩萨过去就是佛了啊。十地住菩萨乃能知啊，就十地菩萨才可以知道。如云何言能分大地成锅啊？这个聚落做七分啊，其实这个七分就是详细分别了。我们要知道
七是一个圆满的意思啊。那么一般来讲，极少分、少分、多分啊，那基本上然后满分啊，通常都这么分了、啊。那么七是圆满的意思，所以经典里面常常有头破七分啊，又其实都做七啊啊。那么或者啊，深邃七分，那分国土做七分，西一法以为七分啊。那么都常常有这个七是具足的意思，那么七分之一是极少分啊，那么七分之六是多分，所以像地藏经也用七啊，就是这个你有王者，那么你就是为他啊，那么做功德，那么让他知道啊，他起随喜心，随喜的心是七分之一。啊，并不是你做了可以给他七分之一哦，不是哦，不是哦，你做然后回向给他，他可以得七分之一，我们都误会，不是，啊，所以他告诉你，你要在他旁边诵经，要声音要入他的耳朵，然后要让他知道你为他做了些什么，他起随喜心。那么功德有三种嘛，自作教他做，见作随喜嘛，就三种嘛。那自作欢喜做的这个最多，纷纷自得，哈、啊，你自己做。自己得纷纷自得，而且你欢喜心做纷纷自得，那么你自己没有做，教别人去做，那个就少分得啊，就你自己没有做，你叫人家布施啊，你劝化布施，他还是有啊，但是少分得。那么你也没有做，也没有叫人家做，但是你看见别人做，心欢喜，极少分，七分之一分。所以王者没有办法自己做啦、啊，啊，那王者也没有叫你去做啊。但是你在他临终之前，你帮他做啊，帮他拿他的钱去做功德，他起欢喜心才有，他没有起欢喜心没有，啊，他起欢喜心啊，随喜心七分之一，那我们都误会，就是你没有好好去看这个经啊，他的说法，我们都误会说啊，人已经往生了，人已经往生了，那你为他做功德，他可以得七分之一，不是。经典里面业报不可能这样给，那如果可以，那简单啊，那我就做七遍就好了，他不是就得满分了吗？做一遍他得七分之一，那我做七遍他不是全部得了吗？没有，不是这样子的。七是形容词啊，七分之一是少分啊。比如说举个例来讲啊，把物质极微是最小，世间最小的单位叫做极微，看不到的七个极微合成一个微尘，啊，这《大毗婆沙论》《记者论》都有讲这个。七个极微聚集成一个微尘，一个微尘七个微尘聚集成一个铜尘，七个铜尘聚集成一个水尘，七个水尘聚集成一个兔毛，七个兔毛聚集成一个羊毛，七个羊毛聚成一个牛毛。反正这里像这样，它还很小哦，还很小、哦，很细哦，啊，就是它都用七做单位。啊，经典经论里面七是一个形容词，五百是一个形容词，八万八百是一个形容词，七是圆满的意思。那么分作七分，就是把这个本来一个整个的一个东西，圆满的东西分作七分。那分作七分基本上是他们习惯性的说法啊，所以头破七分。啊，吸一毛以为七分，你也想这样，啊，那你看他那个物质的计算单位，七个极微变成一个微尘，七个微尘变成一个铜尘，就是句句用七个来说明的，啊，那这个我们要了解，我们不要，它不是数字上的意思，不是。好，你如果看多了，你大概你就会了解这个事有这件事了，啊，他说能分别，就是你能够做仔细的分别归纳。那么这个啊，那么是为波罗蜜满啊，不管是聚落成果，它也不一定分七分啊，就是你能够做比较好，就是正确的分别啊，基本上是这样 啊。那你哪里说一定要七分？那你一个乡一定要七个村吗？啊，七个村，一个村一定要七个里吗？啊，不一定啊，不一定啊。但是七是就是做细分的意思啊。好，就是你能够细分这大地成锅聚落，那么这个就是波罗蜜满。那这个怎么会是波罗蜜满呢？
啊，所以他就讲，他说是般若波罗蜜无量无边，像大海水一样。那么甚至这些阿罗汉、辟支佛都不知道，啊，就是这种智慧啊，啊，那么只有十住菩萨啊才能够知。你为什么说能分大地成锅，聚落做七分？这个是般若波罗蜜吗？那这个很多人都可以啊，啊，这个阿罗汉也可以啊，啊，那甚至世间的凡夫都可以啊。那这样怎么会是般若波罗蜜满呢？啊，那所以世世是算术法，这种是算术法，那是这样分呢？这样分，这样分成几块，分成几块，怎么分，怎么分？这种是世俗的算术法啊。所以能分地，能够分类的，你能够分类啊，把地分类，把人分类啊，把东西分类啊，分到很细致了 啊。那么这个是世间的智慧。这讲的有道理啊，确实是这样。这个是世间的般若，世俗的波罗蜜了，啊，这个波罗蜜是出世间的。那这里用波罗蜜这个名词来说，那其实他不能讲波罗蜜，所以他说世俗的波罗蜜，啊，因为他们说这个是波罗蜜满了，但这个其实是世俗的智慧，啊，那么中少许分啊，有没有少许分啊？少分极少分。啊，像七分之一，类似像这样，啊，那比如说像五戒持一条戒叫做少分戒，啊，持两条戒，一条戒两条戒叫做少分戒，三条戒四条戒叫做多分戒，啊，五条戒叫做满分戒啊，你看一样啊，类似像这样，啊，那所以譬如大海水中一滴两滴，啊，那你说一滴两滴就知道大海水的味道了，一滴两滴知道大海水的味道还不一定。那是大海水可以生七宝，你一滴水里面可以生出七宝吗？啊，那不行啊！啊，所以这个是世间的，这个是世间的，啊，这个聪明智慧而已。真正的般若蜜是三世诸佛母，三世诸佛说一切诸佛都是依般若而成佛的，所以叫做佛母嘛。啊，这个般若为佛母嘛，方便为佛父嘛。啊。那么，所以啊，三世诸佛就是他能够出生三世诸佛，就是一切诸佛皆以般若蜜，就觉悟嘛，有这个智慧，出世的智慧，能视一切法实相，啊，就是能够了解，而且教导让众生明白一切诸法的实相，啊，就是他明白，他自己明白，也能够令众生明白。那么是般若蜜无来处，无去处。啊，没有实有的来处去处，一切处求不可得，啊，就是其实上讲，啊，这个智慧也不是实有的，啊，那么如幻如想，如水中月，见便失，诸圣人怜悯故，就是见就是执着了，啊，如果你见一切法实有，啊，那么你就没有般若，啊。就是就好像啊，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很谦虚，那么你就没有谦虚的特质，啊，那基本上是这样。那像《阿含经》里面也讲到啊，像这个有一些比丘啊，他自认为他很笨啊，那然后佛陀我不是很聪明，我可以出家吗？他说知道自己不聪明就是聪明人，知道自己很聪明的，自以为很聪明的那个都是笨的，哈哈，那个都是不聪明的啊。那么基本上你执着的，你只要执着啊，那么你就没有般若啊，因为般若就是性空慧啊，性空慧就是什么无所得心啊。那么所以诸圣人怜悯故，虽一相啊，以种种名字说是般若蜜，诸佛智慧宝藏啊。所以你前面说啊，能够分别。聚落做七分，那个就是般若蜜满，这样的说法是很大的过失。这样怎么可以是圆满般若出生之佛呢？只因为他能够分啊，这个大地承诺做七分，能够详细的划分啊，那么他就可以成佛吗？那哪有可能呢？啊，那要对一切法无所着，那么才能够成佛吗？啊，你看，所以你说的这个菩萨啊。那么这个般若蜜满啊，
那当然部派里面的菩萨是都还没有出世的智慧的，他是凡夫，部派的菩萨还是凡夫，所以他都是凡夫的想法。部派的菩萨是凡夫哦，大圣的菩萨是圣者，所以还是有一点概念不太一样。那么他又说啊，这个奴言四种观，就是佛要出世的时候做四种观察啊，观死、土地、种族、牲畜，就在什么时候出生做佛，在哪一块土地上，哪一家的种族上，哪一家的人上，就是说他哪一个种族，哪一个人家，他的父母了啊，牲畜人，他就第一个人寿八万岁的时候佛出世，或者七万、六万、五万、四万、三万、两万，这个完全是从七佛里面说的啊。还有最后就是人寿百岁啊，因为我们现在讲的七佛是这样嘛，啊，就是啊，写一下啊，这个应该之前有说过。毗婆尸尸气，啊，毗舍拘留孙，拘那含摩尼，迦摄释迦稳，啊，就这七佛，这四分律里面的啊，背起来，啊，毗婆尸尸气，通常是这样啊，通常是啊，这个我们也说过，成住坏空这一大节，啊，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说法，啊，成住坏空是一大节，啊，那通常在注解有二十，这个有二十小节。都二十小节，都二十小节，那只有这个有人，这是比较常见的说法。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啊，那是比较这个二十小节，那这个是终结，四个终结，那四个终结就是一大节，啊，一大节，啊，一大节有四个终结，成住坏空四个终结，每一个终结有二十小节，成坏空的时候都没有人，那么成住坏空的注解里面。啊，二十小节，第一节到第八节，啊，没有佛。第九节，啊，第九节有四尊佛出世，啊，六万岁的时候有一个，啊，第九节六万岁的时候有一尊佛，啊，这一尊佛是拘留孙佛，这个是现在佛，现在佛是从拘留孙佛开始的。那过去佛毗婆尸尸气毗舍。毗舍浮佛这三尊佛是过去佛，等一下再来讲啊。这个是六万岁的时候，那么这个第九节里面啊，第九节里面六万岁的时候拘留孙佛，四万岁的时候啊，四万岁的时候拘那含摩尼佛啊，拘那含摩尼佛啊，那么这个是拘留孙佛啊，那么两万岁的时候迦摄佛。迦摄佛，然后一百岁的时候，你看差那么多。一百岁的时候，一百岁的时候啊，是释迦佛，释迦文佛，释迦佛，啊，那么就四尊佛。那么这个第十节啊，九节到十岁的时候就没有了。那十岁再加。啊，十岁开始加到八万四千岁一增，然后八万四千岁再减到十岁一减，这样是一小节。好，那第十节的八万四千岁的时候，啊，八万岁的时候是弥勒佛，啊，八万岁的时候，这个是第九小节，第十小节八万岁的时候，啊，我都说八万四千，有的说八万，那我们写八万就好了，啊，是弥勒佛。然后再过来十一到十四，十一到十四没有佛，啊，十一到十四没有佛，一到八也没有佛，啊，然后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到第二十中二十小节里面的第十五小节的时候，啊，那么有994尊，啊，这个也不晓得是。是什么时候传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他就是一般是这样的说法啊。那十六到十九也没有佛，十六到十九这个994尊佛同时出世，那么十六到十九没有佛，也没有佛。二十小节的时候
啊，不知道他在几岁不知道啊，但是他是说大概在半截寿命有半截的时候啊，半截他就是寿有半截，但是他一般是十岁到八万四千岁，但是这个半截不晓得多久，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一般来讲是说柔智佛啊，二十小节有一尊佛叫做柔智佛，他寿命他据说是半截了啊，但是他不在八万四千岁里面了 啊，我们不晓得啊。这柔智佛，那一般的说法，柔智佛就是韦陀菩萨，一般的说法啊。罗智佛就是韦陀菩萨，韦陀菩萨护持千佛，所有的佛都成佛了，我才成佛。那么通常是这样。好，那这里说到这个八万岁、四千岁，那就是那前面这个是现在的贤劫啊。那之前有毗婆尸佛，毗婆尸佛是八万岁啊，就是过去。这个是现在，这个是现在。那过去。过去九十一劫的时候，过去九十一劫时啊，毗婆尸佛，毗婆尸尸气，毗婆尸佛，毗婆尸佛是八万岁，也是八万啊，或者八万四千，我们都写八万就好了啊。那么过去三十一劫的时候，两尊佛啊，九十一劫的时候有毗婆尸佛啊，那三十一劫的时候两尊佛，一尊是尸气佛。一尊是毗舍浮佛啊，那我们背都是像四分律的背法嘛，毗婆尸尸气啊，毗舍拘留孙，毗婆尸尸气，毗舍浮佛啊。那么这个尸气佛是七万岁，八七六的样子，对啊，七八七六啊。四分律要诵戒之前有这样的嘛啊，七佛略教戒，毗婆尸尸气，毗舍拘留孙，啊，拘那含摩尼，迦摄释迦文，就七佛啊。好，那这些是啊，拿它的种姓来说，它的种姓大概就只有，因为它是哪一个种嘛，哪一个种族，拘那含拘就是拘留孙，拘那含还有迦摄佛。拘留孙、拘那含跟迦摄佛这三个都是婆罗门种姓，还有这个弥勒佛也是婆罗门种姓，其他的都是刹帝利种姓，其他都是刹帝利啊，其他都是刹帝利，这些都是刹帝利，释迦佛也是刹帝利啊，看起来好像只有印度人能够成佛啊，其实也没有了啊。那这样讲起来，那我们是怎么种姓的？我们没有，我们不是婆罗门，不是刹帝利啊，啊，那这个是刹帝利啊，那这个也是刹帝利啊。好，那这个是他们的一般的说法。好，那他说到啊，他说到这里讲啊，他说这个人寿八万岁啊，七万、六万、五万、四万、三万、两万都有啊，八万。啊，那五万、八万、七万、六万，啊，六万、四万、两万，啊，那没有五万的，哈。那么这里也有讲八、七、六、五、四，啊，那可能是也有人讲是五万的了，啊。那所以这个我们看不到有五万岁的，啊，那可能有另外一种说法，可能是这个，因为他这里有六万拘留孙佛啊，那么可能是五万、四万、两万啊，那还有三万呢，啊，所以。他这个只是照排列而已啦，啊，就八七六五四三二，那一二三四五六，啊，那八万岁的有两个嘞，啊，就是八七六啊。好，那但不管了，因为他这里不知道是出自哪里的，所以有所谓的八七六五四三二，其实就是两万岁到八万岁之间了，啊，那么佛出世，还有人寿百岁的时候佛出世，啊，好，那这个是传说。传说啊，那么有这样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后来的佛就很多了，五十三佛、三十五佛，后来就有百佛，后来就有千佛，后来就有三千佛，后来就有万佛，啊，可多了。现在很多人也拜万佛明经啊。好，那么所以他说观十土地啊，那么这个十是
人寿几岁的时候。好，那现在他就来讲了，他说诸佛假设诸佛常怜悯众生，何以正八种十种才出世，于时不出？啊，佛要怜悯众生，为什么只有特定的时间才出现，其他的时间不出来？佛法不待时，佛要度众生，不是一定要看看这个良辰吉时，没有啊，没有说要等待良辰吉时才出现，没有这样子的，不待时啊，不等待时节因缘，如好药服食变菜变差变啊，就是变会好啊，叫做菜。那么佛法亦如是，不待时。佛要出现在世间，不是一定啊，一定要在人寿几万岁的时候他才出现啊。那么时间过了，他就不出来了，过时了啊，没有，不是这样的，这样讲也太没道理了啊。而是看众生的根基成不成熟啊，其实是这样子的。他说：“虽菩萨怜悯众生，诸佛不待时。”过八万岁，假设过八万岁，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没有超过八万岁的，最多到八万四千岁。那我们说这个罗智佛，据说寿命有半劫啊，半劫就是一劫里面，这个是一劫哦，一劫二十个，这个一劫里面一劫是一千多万岁，就很多了。人寿从啊一劫是一小劫哦，一小劫哦，二十小劫，一小劫是人寿从一增一减嘛，一增一减叫做增减劫嘛。那么增就是从十岁啊，从十岁到八万之间，就总共有一千三百多万岁。从十岁每一百年加一岁啊，到八万四千岁。那每一百年加一岁啊，百年加一，每一百年就加一岁。啊，那一直从十岁、十一岁，一百年后变成十一岁，在一百年后、两百年后变成十二岁，就加加加，加到八万四千岁。那么八万四千岁是个最高了，不会再往上了。在一百年减一岁，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十岁，百年减一，再减到十岁，那这样一增一减叫做一小节，啊，这个不知道也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也不知道了，反正佛教就这么说了。啊，那么出处就是说他习惯就这么说啊，但我觉得这个是印度文化的问题啊。那这样是一增一减叫做一小节啊，那这个有半节啊，所以半节基本上这个可超过八万四千岁了啊，这几千万岁了，一八百多万岁了啊。好，那我们往底下看啊，他说这个。超过八万岁的人，长寿多乐染爱等结时候，根气比较钝，不是可以得度的时机时候。如果百岁之后人短寿苦特别多，烦恼嗔恨等这些烦恼更厚啊，那么所以太乐太苦都不是得到的时候。那但是一般的说法就是人寿。最高就是八万四千岁，其实大圣经典里面的人寿超过八万四千岁，啊，比如说无量寿经，无量寿经那个时候佛的寿命就是众生的寿命，就是佛出生那个世间多寿命多长，众生的寿命就多长，啊，所以你看无量寿经啊，这个那个时候的释迦牟尼佛寿命有四十劫，四十劫，四十劫，啊，他思维五劫，啊，他四十劫啊，寿命很长啊。啊，那我们基本上是这个娑婆世界 啊，基本上最高是八万四千岁，那一定只有八万四千岁吗？其实这样也没道理，我觉得啦啊。好，我们往底下看，当时他在讲啊，就部派在讲啊，他说超过八万岁啊，那么染爱心比较长，少于一百岁啊，太苦了啊，所以这个都不能得到，佛出现也没有用啊，佛出现也度不了他们。所以佛不出世，啊，那么龙树怎么回答呢？他说：“如果照你这么说，天的寿命就很长哦。天的寿命，刀立天
啊，这个各个经典也讲不一样，那、啊。那但是至少都是几千岁、几万岁的啊。那超过人啊，比如说多帅天好了，多帅天据说是200岁，但是他那么刀立天据说是100岁，四王天50岁，加倍嘛，都加倍。但是他们的一天相当我们的一年啊，那更多了，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那寿命其实也没有一个定数了，就是大家讲的也不太一样。好，那么。这个如果是色界天的话，它是从一劫开始算；如果是无色界天，是从一万大劫开始算。啊，一万大劫哦，啊，一大劫就一千尊佛，一大劫一千尊佛，一万大劫你看几尊佛了啊？但是为什么一大劫里面就一定是一千尊佛？我觉得也不一定了，我觉得也不一定，刚刚好就一千尊佛。啊，它也是个形容词而已啊。好，所以啊，那么他说诸天寿都出千万岁，如果换算成人的寿命来讲，真的都是几千万岁的啊。但是有先世因缘，有过去生的因缘嘛？啊，这宿世的果报嘛，虽多乐染爱后也能得到。何况人中不大乐，就是人跟天比起来，人不管寿命多长都没有天的寿命长，人不管福报多大都没有天的福报大，人不管寿命多长没有天的寿命长，不管福报多大多享乐都没有天的福报大跟享乐多，但是天人都能够得到。天人得到的例子其实还蛮多的啊。那比如说像永不还天，这个是色界天啊，那个寿命都几劫算的，他也可以证阿罗汉啊。啊，那么人天上的人很多很多，天人也都证道啊，成道啊。啊，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也是有记载的啊。那么上说，何况天人寿命那么长都能够得到，何况人超过80000岁都不足天的零头啊，怎么可能就超过80000岁就不能得到呢？啊，所以。36种不尽，亦可教化。36种不尽是指我们这个身。那大圣有时候讲观这个身体有36种，那有些讲31，有些讲32，啊，那有些讲到多36，但大智论讲36种不尽，这身体的部分啊，毛皮、肉骨啊、血啊，这些总共加起来，啊，就不尽观里面的啊，观这个身体一部一部分。啊，其实就是这个身种种合合叫做36种不净，亦可教化，容易教化。以是故，人寿过80000岁，即使过了80000岁，啊，只要众生可得度，佛都会出世。哪有过了80000岁就不出世的？啊，那么世中人无病，心乐故，人皆立根福德立根故，因亦得到。那么亦得到的话，那么佛就出世。啊，那么怎么可能啊？过80000岁就没有佛啊？好，复次，他这里讲到狮子古音王佛。那么一般狮子古音王佛是大部分都翻成狮子吼古音王佛啊，狮子吼古音王佛了啊。这个在《诸法无形经》或是《诸法本神经》里面有啊。我们写一下啊，他讲的还不太一样。这个是文殊般若里面的，啊，狮子吼古音王啊，时间到了，这么快，啊，把这个讲完好了，啊，《诸法无形经》，啊，同本意义。所以这种翻译其实是看啊个人的卷三啊，《诸法无形经》卷二啊，《诸法本无经》啊，这个是同本的，《诸法本无经》啊，就是大圣的初级经典啊，卷三。他说啊，那么这个狮子吼古音王佛啊。就是狮子古音王啊，这狮子和古音王佛啊，写在这里好了。
啊，我们不用写了啊。这个佛啊，他寿命六十俱支那由他啊，六十个俱支那由他，俱支啊，那由他啊，就很长了啊。那么这个诸法本无，这个是啊，这个是诸法，不是这个是。诸法本无尽，诸法无本无尽的是六十俱支那由他，六十俱支那由他，六十俱支那由他，俱支啊，俱支是千的意思，亿啊，俱支那由他，俱支是亿的意思啊，那这个。诸法无形经它是讲十万亿那由他啊，十万亿那由他，十万亿那由他，十万亿那由他，那由他是形容不可数很多，所以它基本上十万为一亿啊，所以它这里基本上是亿。那如果是句六十句之啊，那六十亿啊，那又不一样了。他这里，所以他这里是比较诸法无形经的十万。那我们讲十万亿，过此西方十万亿佛果啊，十万为一亿，十万一亿，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他这里直接就翻十万啊，他就没有翻十万亿啊，就是这个他说这个也是过八万岁啊啊。那这个狮子古音王佛人寿有十万岁啊，我们说阿弥陀经啊，过此西方十万亿佛果，所以十万是一亿，它是形容词啊，十万是一亿，那它连在一起就变成十万亿啊。那其实也是一样，这里是十万亿，那大智度论就直接翻十万岁啊，十万岁啊。然后他那个时候人的寿命有十万岁啊，明王佛。啊，明王佛是灯明王佛，啊，灯明这个是首任，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大义》里面有讲到，啊，我们稍微把这个讲完就好啊，《鸠摩罗什法师大义》里面，啊，这个是鸠摩罗什翻的嘛，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大义》里面他说，啊，《首任言经》里面。啊，灯明王佛寿七百阿僧祇劫。啊，他不晓得从哪里翻的了哈、啊。我们知道啊，但是他里面有这么写：如《首楞严王经》啊，《首楞严经》啊，不是《楞严王经》，《首楞严经》《首楞严三昧经》啊，《首楞严经》。他说灯明王佛啊，他这里翻作明王佛。那其实就是，他有时候翻作灯明王佛，寿命七百阿僧祇劫，七百阿僧祇劫。那这里是翻哦一样，寿命七百阿僧祇劫，啊啊，他翻的是一样，所以我们说七百阿僧祇。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我们就知道，他说无量无量寿无量阿僧祇劫。阿弥陀佛啊，都超过八万岁嘛！阿弥陀佛啊，无量寿啊，无量阿僧祇劫。那我们说这个无量还是有量啊，它是一个数词，所以它也会入涅槃的时候。那么另外啊，另外啊，也人寿无量阿僧祇劫。你为什么说过八万岁佛不出世？那阿弥陀佛出现的地方人寿都无量啊，那么他也有佛啊。啊，另外啊，另外《文殊师利佛土严禁经》啊，一样有一经，不是只有阿弥陀佛无量寿、哦、啊。我们再看啊，就我们把这个讲完再下课。《文殊师利》啊，师利啊，佛土严禁经啊，讲文殊菩萨的本身啊，也佛土严禁经。他说：“这个文殊菩萨啊，那么这个未来成佛的时候，寿命无量啊，一样。那么
他讲到寿命甚至比极乐世界更殊胜啊，寿命跟国土严禁，他说国土严禁如大海水比啊这个毛滴水。他说《文殊师利佛土严禁经》里面讲啊，那么未来他成佛的时候啊，那么叫做啊这个长明德啊，日就是普照长明德，普照长明德海王如来，好太多了啊！我们稍微把这个讲完，不要下课了啊！普照长明德海王如来，他拿来跟极乐世界比了啊！普照长明德海王，德海王如来。他说他的寿命啊，跟国土庄严，寿命跟国土的庄严，跟极乐世界比，跟极乐世界比，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比，就是当时的人民啊，极乐世界的比，他好像是大海水跟毛滴水，这个是一种比喻啦。大海水非常的多，毛滴水非常的少。阿弥陀佛的寿命在其他的佛里面已经是大海水了，无量了。但是如果跟这个普照长明德海王如来比，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毛滴水一样，寿命更长啊。这里是在讲这个佛一定要在八万岁以下出世吗？哪里有？你看，但是这个举的都是大圣经典的，你看这个。古英王狮子吼，古英王如来十万岁，灯明王如来七百阿僧祇，更多了。阿弥陀佛无量寿啊，那他举这三个例子嘛，哪一个不是超过八万岁？那还是有佛啊。那时候的人的寿命啊，不要你说狮子在王佛寿命也四十劫啊，那也超过啊。啊，阿弥陀佛做华藏比丘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寿命四十劫啊，那也超过啊。啊，还有寿命十二劫的。啊，就是毗婆尸佛过去的毗婆尸佛啊，他有这么讲啊。但是毗婆尸佛只有八万岁啊，啊，他说过去的毗婆尸如来可能还有之前的，啊，也有十二小劫啊，啊，那么有很多了。其实你在大圣经典里面，动不动就超过八万岁的了，啊，那么《法华经》里面大通智胜佛有540万亿那由他啊寿命啊，所以基本上这个都是超过八万岁的。所以你为什么说啊？你那些佛的那些众生的寿命都超过八万岁，你为什么说八万岁佛不出世？那些佛出世在那里，但每一个人都超过八万岁，那么不是有佛吗？怎么会说没有佛啊？就讲这个道理了。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那他后面就讲，那是你认为的，你大圣经典里面有十方佛，你讲的这些佛我们都没有，所以他后面就讲这个。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